我看里底这个啥？里底啥？哦，你手放开，哦，还好不好？好吧，来。负责我什么？这是来干冰，花灯来干。你咋衣服？放放，放放一下。谁啊？然后，我做配合。本分局员警于3月3日凌晨处理妨碍安宁案件时，该名林姓男子看见警方到场，就快步进入屋内。盘查时，林男手插外套口袋，神情怪异。员警往口袋一瞄，赫然发现外套突出形状疑似枪支，立即控制林男，并要求让警方查看。员警立即从林男口袋取出改造手枪一支，子弹三颗，立即依现行犯逮捕。警询后，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有关枪支来源管道，本分局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中。